他们在那个时候是能够感觉到那种深入内心宁静的一个时刻。就是玫瑰花啊，在我眼前。好，好，请问你来自己？好呀，我是杨姐，九岁了，我来自广州。来自广州。我喜欢电脑、游泳。我喜欢彩虹。喜欢彩虹。喜欢自己。彩虹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规则树，一起来画一个规则树。规则就是没有规则。就是要让大家去探讨一下规则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呢，你探讨了以后，你贴在墙上是没有用的。你每出现问题的时候，这个东西要拿出来，它才有用。不能乱跑，我们没有记住，就全忘记，是不能乱跑啊。把手搭在前面的肩膀上，或者是拉着对方的衣服啊。后面的是一个怎么回事？抓好前面的衣服。大家可以感觉一下我们现在在哪里。现在我感觉我们在花草树木旁边。我感觉我们要掉下去了，我感觉我们要掉下去了。你们觉得你们现在走了几分钟啊？10分钟。10分钟吗？10小时。我感觉我的体力。哎呦，又转了。我饿了。不要贴在对方的身体上了。什么时候能接下来招呼一下威文？跟好前面的人。你们听到了吗？好，扶好了。不可以摘眼罩。仔细听，有什么声音？可以慢一点，可以听下来一点，听一下。我们的旁边是河水，不是吧？哎，提到水。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啊，自己刚才大概走了多远的时间呢？10分钟。有10分钟吗？5分钟，5分钟。15分钟，有的人说15分钟，对不对？20分钟。我觉得已经走了好远了，因为。感知力的打开，我们在每一个课程里面都是特别强调的，他们在那个时候是能够感觉到那种，就是深入内心的那种宁静的一个时刻，包括他的观察的能力，包括他对于一个事情的更立体的这种理解和了解，实际上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在孩子们心里面，它是一个种子。快去做了，快去做了。
那这个时候呢，哎，大家是不是都是小水滴？那我就可以松开啊，手不可以松开，快上去，快上去。好，哎，这边有两个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去找一找其他的水滴啊。再去找。好。抓他们大水滴。好，哎哎。好，我们要去找，哎哎哎，快点，快抓住了！大水滴，我找妈妈！大水滴，我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去，好，快点！那接下来林霄老师要带领大家一起去寻找我们旁边这条河的水源。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帽子戴好，然后呢水壶拿上。不想去，不想去，不想去，不去。很久吗？我们不想去。快带自己水杯，快点。大黄蜂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剩下的两个人啊。水杯还要拿呀。水杯一定要拿，水杯帽子一定要戴。我们喝河水不就可以了吗？哎呦，你的走走不太方便了，是不是？你刚才有是扭倒了吗？有人摔倒了还是？还是崴到了？他估计是扭到筋了，因为他站起来还好，然后走的时候那就会疼。蹲下来跟他聊，他说脏，他觉得这个有泥巴的地方都是脏的。哦，我这个时候我大概就理解了，对，
这个在家里面就是说可能他们会被一直被强化一个概念，我们有时候给的规矩实在太多了，但你现在看到他在教室里面的状态，整个就把自己当一个拖把了，滚来滚去，就还是这也是他的一个改变吧。我们觉得妈妈也有说每一次来都会他都会有一些改变，有一些进步。抽在名牌让他们上来讲，就是孩子们积极性还是挺高的，挺高的。但是对，分享的就是他们自己介绍自然品牌的时候，我觉得是挺好。嗯，紫藤花的状态不太对，他还是早上的时候画那个印象中的河流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里趴着，我就担心他有问题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他很困想睡觉，但是下午一到出去他又说他困了，然后出去之前他就在那里趴着，看着也是很困的状态，一直不出去，可能就是不想这样抽板比较好。大海下午也没有出去。对，他们两个可能有相互影响。下次那明天的话就把他们调开，位置调开。